谢谢大家，好，鼓掌，跟大家说声再见。这戏当时觉得挺长的，但四个月说过就过去了，心里面有一些哎难分难舍的，这就是这个戏大家在一块儿处的这个感情。老演员，然后都很会演戏，我觉得好自在。然后大家的心都特别都在一起，几个月都没有分开过，所以那种感觉就是已经待了十几、二十几年的老员工了。对，花钱你都买不来那种快乐，我们不花任何钱，就很便宜，我们在那就快乐，不然你会觉得特幸福。我对整个电影这个拍摄都印象非常深刻，每一场戏都是基本上对我来说都是无比的可贵。我很少有那种情绪波澜在外面的时候，但是有好几次还真的有点忍不住。